我想请两位男嘉宾画一幅画来表现你们心目中最佳的一个爱情的状态。可以展示两位的作品了。就是一个圆哈，可能画不是很圆，但它就是一个圆。因为圆在我心中是一个比较完美的图案，它给人一种舒服圆滑的感觉。其实爱好啊什么东西都可以培养，但是两个人在一起能舒服，性格这个能匹配还是最重要的。另外一点的话，也是希望未来两个人能和谐圆满，所以我就简单的画个圆。我画画水平真的很不好，我这个画表达的是，这是一栋房子，然后这里边是一张床，然后这个是餐具，然后一日三餐四季。看看其实这个环节考察的根本不是绘画能力，而是你们想说什么，对吧？好了，来看了两幅画之后，你要做最后的决定了。三号，五号，五号。我对你的感觉呢，其实是好的，希望未来两个人能和谐圆满。我相信我眼里对你的光，一日三餐四季。谁谁谁